大家好，我是小慧，今天带着我女儿走亲戚去了，上我大姨家。他们说，满完月就要走亲戚住几天，我去上他家去，没地方走啊，娘家你得远呀。你吃你，哦，妈妈抱着走喽，走吧，爸叫车了吧，我叫个车。来了吧，叔叔去。好热，还在吹。今天天气不孬。妈妈你来关一个门我来关吧，还是我来吧，走喽。你姑姑家了是你上午姐姐家自己买菜去了你进不到家还在那里等着冷，你今天还有点冷。好了，等你姑姑吧，买菜去了，好吃的。